就这么对起来，对起来完了之后，看一下啊，这个地方，还有下边的一个地方，有两颗螺丝给这个东西固定在这个弓身上，螺丝一拧就完事儿。它安装是十分简单的，一个比较小巧的安装完，我看一下长度啊。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7，安装完之后长度大概是70，就带前面这个东西了，一共是70公分，宽50，一个比较小的，上面这些导轨啊什么的都是可以卡苗，然后它还有一个下导轨，这个位置下导轨是可以安这个20卡口的这个支架，可以完成。